星星，星星，星星。进，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？还是 A 轮融资的事儿。坐。现在想投资星辰的资本很多，我们有足够多的选择，但还是要尽快做决定了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东一？不一定，融资后我们跟东一的股份都会被稀释。如果引入外部公司的投资，我们只要在股份比例占大头，就还能保留决策话语权。但如果还是东一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被彻底架空。以星姐和韩总的关系，不至于吧？爱情是爱情，事业是事业。星姐，我们只是给你个参考，你尽快做决定就好。嗯，我考虑一下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嗯。怎么了你？状态不良？没事儿，可能最近太累了。休息一下就好。那你忙完这阵儿，给自己放个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老板，今天季总不和您一起啊？他先走了。
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会不会吞了星辰？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，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？市场需要瀚海，也同样需要星辰，没必要去比较。安婷，你爱我吗？怎么定义爱？为我要死要活，没有我世界就塌了。这不是我理解的爱。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？首先是合适。星星，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，爱也没有多高尚，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。这么早叫我来干嘛呀？什么事儿？水都烧干了，你不泡茶呀？他知道了。谁呀？季星。你终于告诉他了，不用再替你捏把汗了。他从别的地方知道的，不是我说的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人呢？去和同科聊 A 轮融资。长河，那你还不赶紧拦着他？他现在在气头上，跟他聊什么都没有用。